酷熱天氣拍外景，魏英雄不瘦反肥40磅。魏英雄前晚出席新劇《鐵探》嘅殺科演，小紅姐坦言拍攝期間相當辛苦啊，68日嘅拍攝日啊，當中有40日咧喺酷熱天氣下拍攝外景。不過雖然拍得辛苦，但小紅姐咧就指自己反而肥咗40磅，因為佢每日咧都要飲能量飲品補充流失嘅水分，至今啊都仲未回復昔日嘅體重啊。我係肥咗啊，因為我係大汗，所以我飲好多補抗力，咁補抗力好甜，所以我係依家係瘦翻嘅。我拉屎之前我就開始減翻落嚟咯，即係開始要節食啦，唔食甜啦，跟住做運動啦，咁樣減翻落嚟。我係肥咗好多嗰陣時，係因為飲太多甜嘅。未啊，因為我遲啲其實都要有一套要減嘅，咁但係我有兩個月時間俾我慢慢減，所以我唔敢好似佢咁樣，我驚冇命。我希望去到90松啲咯，10磅到啦，減多10磅到。